台湾要拼观光打国际市场，参加第13年举办的纽约时报旅展，观光局驻纽约办事处强调，将继续透过异业结盟、整合行销手法，强化台湾能见度，吸引更多北美旅客来台旅游。北美观光客到台湾来观光旅游，今年台湾观光局特别强打的是，在年初我们有台湾灯会，那今年灯会在桃园哦，这高铁青埔站，那年中呢？我们把台湾的美食当作一个重点的推广哦，这个年底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脚踏车节。现场除了有台湾文化意涵的现代舞表演，展览摊位上还高挂天灯，展现独特文化意象。观光局除了透过纽约旅展平台及媒体通路扩大台湾旅游市场，更首度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台合作，大打台湾知名度，全力冲刺北美市场，盼一年能突破百万旅客的目标。